您好，我是主播艾雅婷，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。高雄近日频繁出现 TTXC 神秘符号，经过记者深入调查， TTXC 是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今年第一届将在高雄盛大举办，透过精彩的影视音活动，看见文化与科技的完美融合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携家带眷一起来体验。